据媒体报道，17日晚播出的 ICBS 深夜正式演绎中，播出了最近发表新歌回归歌谣界的 Winner 的采访。采访中提到新歌 Everyday， 姜声润表示杨贤硕代表这次给予了细节上的称赞，说歌曲真的很棒。另外提到首次拿到结算，成员们则表示用来还债了。另外成员们还说到，我们正用音乐表达着我们想说的故事，想成为信天 Winner， 透露了在音乐上的抱负已经是信天 Winner 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